埔鹽鄉好修國小教學大樓北棟校舍28號拆除重建工程動土，提供學生安全舒適的學習環境，提升教育的品質。副館長洪英忠代表館長王惠美參加。好修國小已經超過100年的歷史，校舍拄到老舊的問題，重建了後將會為好修國小打造優質的學習環境。那民国前8年不容易哈，那我们一些校舍都已经老旧了哈，而且耐震度不足，有危险的这个疑虑，所以啊，我们拆除重建哈。那县政府跟教育部申请了9207万来重建了我们26栋的教室哈。圆弧的线条呢，期许呢我们的教学呢可以多元而弹性。另外整栋建筑物呢，它的蓝色、绿色还有黄色的色块的交错，其实就代表着我们学校就坐落在蓝天大地和丰收的稻田里面。那我们也期许我们的孩子跟周遭的大自然来学习尊重和包容。好修国小在民国前8年创立，是埔鹽鄉国民教育的发源地，县府向教育部争取9207万块的补助，把教学大楼26栋教室拆除重建。重建的项目包含行政教室、普通教室、加视听教室等等，估计要伫109年的年底完工。未来校舍将会融入地方的特色，让大家有一个全新无同款的感觉，嘛，让小朋友有更加好的读册环境。公益频道罗清良埔鹽采访报道。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